第二个问题，我想先头万事嘛，是台要安定的气，我想应该是主嘛，这个一方开始吧，民主主义嘛，可能头前两个问题，另外感觉讲其实谈到民主党内拢有开会，那是真正有一半政治人物会用这个身份来想包括两岸，包括政治人物，包括民进党，我感觉讲议员，好像有够有够好个啦，但是迄个迄个册吼，啊，甲迄个你的你过去学问的这个，因迄个册吼，啊，甲迄个你的你的，第一，当初你认为政治是可行，政治毋是艺术，遮尔侪人来，你遐尔侪看人，甲你遐侪修炼，甲可能，伊对即句话，你敢有确信的迄个诠释？第二个问题，反复，我想这大家理想，但是咱的生活无合作的物件，甲即条条理已经够反倒转来，一直搁咧行合作的物件，关于即点，大家对你的寄望，说尤其我感觉讲，哎，从前事我学生时代，从前事当然艺术一直做
迄、那个丹麦迄个吼，迄是我早就建议啊，因都拢讲做迄落吼，即、這个核废料无安无什么安全的问题啦，迄个真安全。我真安全好啊，你都要放个台电的地下室，放个总统府地下室就好。所以讲做哪一路啊？诶，我可能未做总统，我若做总统，核废料嘛唔是安尼解决，我未去电厂，我未去核电厂。啊，迄是迄落，就是讲这不应该，你原来就不应该。啊，核电伊是一个真大企业，随时拢去做游说工作，所以也阁反扑啦，也阁核电也阁反扑啦。你啊看，诶，这侪年，大家拢无去，因也唔关枪，因要继续过落。啊，因不爱关枪，也无做迄落反应炉，你创啥？就是拢去游说啦。拢是游说甲造成社会气氛，大家去接受核电。啊，台湾的问题不是安尼啦，台湾的问题不是核电不核电，台湾的问题是讲你有材料承受一次核电灾变。你若有材料，你就去冒险。我是感觉咱无材料啦，不任何一次核电灾变，台湾几乎不能断人啦。啊，这个危险你要冒冒。这个是一人，这是我反核上大迄落。我对恁唔惊死不伊啰，但是我惊死，我惊阮子孙无会通大嘛，所以我反。啊，我嘛是无讲做绝对反，啊，咱都大家来公道嘛。我反啊，去讲啊，你赞成你讲，讲完咱都来公道嘛。我大家决定，若未就去嘛，未就去，后过人有灾害，大家拢来承担嘛。啊，若歹。不会，大家想办法。咱台湾人用电，差不多亚洲国家上浪费啦。咱迄落啊，咱用电啦，咱电的迄落制造出来、生产出来物啊，差日本才差几倍。我即摆无收到过，吼。对，讲做日本白白用一度电，人因生产出来物啊，比咱用一度电生产出来，毋知加几倍啦。吼，毋知偌济啦，吼。就是讲，咱台湾人要真侪空间，同个咯，差不多咱台湾人甲美国人比起来，
甚至无比美国人较强。美国人就是全世界上讨债一个国家，美国人就上讨债一个，迄个生活习惯相当贵啦。咱台湾人无输伊啊，咱台湾人无输伊，所以咱的迄个空间，咱节电的空间要真大，无需要去咯。伊讲三千亿去起一个核市场，我三千亿去做先导节电。没多少，那实在是多少，是13到14的币，就是现在如果起核电变成14，不起核电我们给减起来，减一度变成13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我们如果省，我们省电省13分之1，就我们用电给省13分之1，就不用起核市场。你如果有这个省13分之2、13分之3，咱有只生安尼是，免阁想以后的迄个核电的问题，无迄个核电的问题，要有也无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。咱太浪费嘛，咱太，咱的迄落，你也看着台北市，即款霓虹灯，你无必要，你哪有必要？哦，啊，咱真侪迄落24小时开业的迄落商店，你哪有必要？无迄落必要。啊，咱迄落啊，咱大家暗时啊食饱，唔甲太太出去爱河散步，到处看电视，电脑拢拍光，咱哪有必要？咱暗时啊食饱，太太囡仔带带出来迄落一点钟，厝下都暗暗，嘛是安尼得过啊。真济生活习惯，互咱浪费，啊，所以咱会去想遐，咱会去想遐。我个人是反对的。我今麦较老，你讲问遐济，就要个什么的？政治，你过去哦，对，政治当然是科学。人专门研究政治的，拢嘛讲政治是科学。古代话的政治，就讲做政治是艺术。我讲嘛，唔是艺术，政治唔是艺术，艺术是真哩多爱。政治唔是艺术，伊讲是政治是骗术。那是台湾的政治讲的。咱一般人，咱一般人，咱尤其是咱民主国家的主要，咱你应该知影讲，政治就是科学嘛，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。你政治人物甲讲安尼，你就安尼做，无安尼做你就唔对。咱大家拢爱安尼想才会使，政治才会好啊。人伊正当的人才会出来做政治啊。咱大家拢想讲啊，政治实成安尼啦，那政治一定甲你骗的。咱大家拢安尼想，咱通常遐歹人，正经好人拢歹出来，因为恁遮大家拢安尼想啊。啊你即马可不可以讲我做？我出来选，我出来，我较早嘛有迄经验，我出来选，选了，我一个支持者，都来甲我讲说，拜托我去啊银行关锁要借钱啊！我讲袂使啊，我讲袂使，啊袂使，我说啊你若安尼，你就选较早迄个，迄个你嘛捌哩啊，你免选我，就是安尼，这伊就是丢就是丢，唔丢就是唔丢，哦，啊好啦，迄个。我当然真无欢喜啊，我也真无欢喜。但是人伊嘛是有迄落啊，有意识的人，伊无欢喜，伊我一日甲拒绝，伊无欢喜俩。刷了毋是好事好事，刷了我领导伊嘛是来请我。人伊迄就是一个对政治人物，伊就会接受，真侪人会接受啦，真侪人接受。咱常常讲说政治就是哎呀安怎安怎政客就安，你个腰底下腰。以后我要做政治，伊得看袂故意，后边话一在拄只村落，迄个什么，迄个金发啊，金发嘛要做政治啊，因都安好贵好贵，啊无做就拄来做产嘛，对无？好势好势啊，你唔免讲去委屈你，以后我看到自己那个大就是迄类型的嘛。伊妈妈去做政治，人伊嘛做了也无安怎？啊不跟我做，人讲说，你就是不要做政治，你嘛安尼做啊。所以，这个政治是科学，它是必然的，人家顺着科学的研究。你进步国家研究政治是顺着一种一门科学的研究，讲安怎做才是对的，绝对无迄个什么阴谋诡计、尔虞我诈，迄落去无人安尼讲啦，无一个人跟你讲做政治，迄个政治学者无一个人跟你讲做政治，就是爱尔虞我诈。就是阴谋诡计，无你做未成功，无人安尼讲。政治学家无一个安尼讲，个人当然安尼讲。
我咱来讲，啊，所以咱一般人拢相信。一般人爱讲迄去鬼话，迄乱乱讲。做政治跟咱做人同款嘛，政治是一个代志尔，跟咱处理厝的代志同款啊。你就是爱安尼啊，你爱你较实实，要做代志较实实做。你共讲我要安尼，我就安尼，我就安尼做。我若做袂到，我甲你讲，我都做袂到。即做政治袂使安尼做，就是安尼，安尼嘛是。过去好事好事，人嘛是照常过，真济我捌的，人伊是安尼过去，啊咧一般会当伊落啊，迄你又免参，啊尤其是那迄款人，你拢免选，迄有啊，讲政治是骗术咧，做无几工就干咧，做无几年都无呀，你若看做久的人，大部分拢较老实的人，对无？你讲像阮宜兰来讲起，阮宜兰的县长哦。真少方知影讲做这个人真迄落啊，真无正当的。比如讲做，大家嘛对县长做了县政做了好歹，迄个是另外一个代志。但是对伊的人格，唔敢乱头怀疑。差不多大部分啦，阮宜兰的县长，自早开始来，不管是国民党是民进党，还是迄落啊，都自早开始来，阮宜兰的县长，差不多人格上。拢有互尊重，当然有一两个真无好，伊嘛有，但是比较起，啊，伊嘛是拢会迄落啊，伊嘛是拢安尼做了好势好势，馆长做做，伊嘛是安尼做，啊，做医生的，就搁对做医生，做什么迄落都安尼都拢好势好势，莫遐讲政治，就是迄落啊，就是迄落艺术啊，是骗术的，唔是艺术，绝对唔是艺术，哎，艺术比看我管的你。那有政治的，那但是对吧？像多一个，哎，也搁搭一个。你啥物总统节啊？这会去甲看边个总统？哦，这在边搭啊？哈，这个，我后来在边搭，那就卖搭了。